这是一个来自新疆的古老技艺。走这个大洼子的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失败是失去的自己的生命。毫厘之间能断生死，寸步之间尽显真功，只有真正的勇敢者才能征服驾驭。真正的英雄是什么人呢？我们身上是没有保险锁的，我们掉下去是要没有生命的，所以我们没得选择，我们必须走好。神秘嘉宾现身南疆英吉沙，近距离体验高空冒险，究竟他能否战胜恐惧，挑战自我？1月30日，大型文化传承体验类节目《非常传奇》为您带来来自新疆的勇敢者游戏。